怪吉吉。咁大家咧都知道我屋企养咗三只狗啦，佢哋都已经喺齐度啦。唔知点解每一日咧，佢哋都好中意塞喺我间房度嘅，跟住仲要咧 keep 住成日放臭屁，搞到我间房超臭咯。咁作為咧三隻狗嘅主人啦，每一日咧都會安排佢哋嘅活動同埋行程啦。咁但係我最近就喺度諗啦，咁佢哋其實都已經大啦，咁好似都應該要有翻啲自己嘅自主權啦，同埋話事權啦。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決定等大家做一日自己嘅大佬啦，自己可以安排自己嘅行程，睇下今日會過成點啦。大家興唔興奮啊？耶！開心啊！好啦，咁而家咧就要介绍一下今日嘅玩法先啦。咁我就准备咗三个呢个透明嘅杯啦，咁我就会咧吸喺一个地下上面啦。我就准备咗啲咪帽子啦，我就会写唔同嘅选择啦，咁就睇下咧佢哋拣边一个杯啦。第一个选择题咧就好简单嘅，咁第一个选择咧就会系亲吻20秒，特登拣咗个透明杯，大家可以睇到入面嘅字系咩噶，咁知道自己拣咗啲咩。然后第二个选择就是获得饼干一塊。OK OK， 阿 B 兴兴奋啊！嗱，呢个是饼干啦，呢个是亲吻20秒，咁就你拣你想要哪一个选择啦。喂，阿 B 拣啦，拣啦，你要呢个定系呢个啊？好啦，我俾你闻下，你闻咗就系噶啦。3、2、1，拣呢个系咪？各位观众。亲吻20秒，我就知道你一定系想俾我亲吻，你见唔见到？亲吻20秒，其实佢平时咧劲唔中意我锡佢噶，系你自己拣嘅今日。OK， 人人拣一个，啊，样样你拣一个，哎呀呀 ，OK， 阿叔拣先啦，咁阿叔实在系太 crazy。要边个？1、2、3，系呢个系嘛？我都估到啦 ，Wookie 一定系拣呢个饼干两塊，因为 Wookie 净系会食呢个，佢连纸都食啊！嚟啊，饼啊，饼啊，样轻轻，轻轻，轻轻，哎呀，系啦，你拣呢个系咪啊？佢拣咗呢个饼干两塊。你冇喎，你頭先咪已經有親吻咯。冇啦，唉，你哋一人俾多半塊啦，少少少啦嚇。OK， 終於完成了第一個 task， 估唔到呢個 warm up 嘅選擇題咧，都已經係搞到七國咁亂啦。因為佢哋每次見到嘢食咧，真係會癲曬咯。喺下一個選擇題之前咧，我就要 get ready 好咗，準備好咗自己先，等佢哋再選擇啦。因為其實咧，下一條題目係好緊張刺激嘅。我今日咧就會帶佢哋三個其中兩個出去啦，咁所以有一個咧就好慘咁樣要留喺屋企啦。咁但係佢哋每次咧聽到去街啊、街街啊呢啲字眼咧，就會變得極度敏感啦，所以我真係要幫自己 get ready 好啦，陣間咧先可以 settle 好佢哋嘅。咁今日喺化妝之前咧，就會用到我最近好中意嘅肌研 HA Supreme 精華啦。呢三支其實都唔係我最近噶啦，係我已經用咗好多年噶啦。咁我之前咧都推介過一啲專櫃嘅精華俾大家啦。咁但係都知道咧，可能我啲觀眾有好多都係學生同埋小資女啦，想揾翻一啲 CP 值高啲嘅精華嘅話咧，咁其實呢一 set 肌研嘅 HA Supreme 精華咧，係真係我会称佢为 CP 值之最咯，佢同其他产品唔同啊，因为成个系列咧都加入咗王牌 HA 复合配方啦，可以查到佢真皮层 1.5mm， 咁所以咧嗰个效果会比其他护肤品明显啦，同埋咧都做到好多人以为系医美先做到嘅效果噶。咁我自己咧都系用咗佢哋好长时间嘅真实用家啦，我就觉得咧配合埋呢个精华嘅叠加法咧，其实个效果系超级之好啊，尤其咧系当你可能护肤去到一个樽颈位啦，觉得搽咩都冇乜改善嘅时候咧，你就可以试下呢个叠加法啦。咁佢就好似帮你个护肤嘅效果倍大咗咁样，其实成个肤质咧都好似升咗一个 level 咁样。因为咧肌肤早晚嘅状态都唔同啦，咁所以最好嘅概念咧就系日提亮夜修护啦。我自己咧每日早晚就会首先用到呢一支 HA Supreme 嘅极致保湿精华嚟帮我皮肤保湿打底先。其实咧佢个质地咧系好轻盈透薄啦，就算夏天呢啲天气用咧都冇
問題咯，佢係任何膚質咧都可以用得到噶。咁因為咧佢含有呢一個保濕針嘅主打成分 ceramide 啦，同埋維他命 B5 啦，另外咧都會有四種嘅透明質酸啦，可以搽入真皮層啊，而且咧佢係經過臨床證實啦，可以24小時有效保濕啦，同時強化呢個肌膚屏障啊。你見到咧，我而家搽咗上面咧，佢係即刻吸咗噶啦，同埋咧成個感覺係好舒服啦，同埋咧會有一種好水嫩啦、凍又凍又嘅感覺。然後咧朝早我就會疊加埋呢個 HA Supreme 嘅亮肌淨斑精華啦，幫我皮膚做一做美白啊。因為其實咧，當你嘅皮膚飲飽水嘅時候咧，你再做美白咧，那個水光感咧就會更加倍大啦，那個效果會更加明顯嘅。呢一支咧其實佢由一上市已經好勁噶啦，係咁賣斷貨咯。佢仲有個朵啦，叫做茶枝美白針啊。佢最勁嘅地方咧，就係可以幫你無針無痛咁樣注入呢一個美白針成分煙稀胺啦，同埋維他命 B12 啊。咁其實咧，我自己有時卸完妝咧，都會見到有啲一粒粒細粒嘅色斑啊，同埋痘印咁樣啦。其實靠自己新陳代謝咧，佢係好難退噶。咁但係呢一支嘅美白針咧，其實佢係經臨床證實啦，可以有效減退呢個色斑痘印達到48%。而家即使我喺室內啦，冇陽光、冇光線打落皮膚嘅狀態之下咧，其實你會見到咧，皮膚都會有一種係好自然嘅光澤感出咗嚟咯。去到夜晚嘅 skincare routine 咧，我搽完 Sarah 之後就會疊搽埋呢一個嘅舒緩修護精華，因為夜晚咧係修復皮膚嘅最佳時間啦，可以5分鐘咧幫你有效幫皮膚修護舒緩嘅。佢主要嘅成分咧就會有積雪草啦，同埋有一啲抗氧化嘅草本成分。有時可能皮膚有啲咩狀況啊，或者有啲紅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搽佢啦，佢就幫皮膚 cool down 到嘅。另外咧，佢都有效幫你對抗炎症啦，同時咧都可以強化翻肌膚嘅屏障嘅。咁其實咧，佢個質地咧同另外兩支都一樣啦，都係好輕盈、好透薄嘅。俾多個 tips 大家，咁如果大家疊搽完精華之後要上妝嘅話咧，就可以好似我而家咁樣啦，用一個紙巾輕輕印一印塊面，咁之後上妝咧就會乾爽好多噶啦。我自己覺得咧，自從我疊搽完精華之後咧，其實個皮膚最大嘅分別咧，就係個膚質唔同咗咯。當你咧個膚質好咗咧，其實你嘅妝感咧都會有韓妝好 hit 嗰種嘅水光感同埋透明感咯。好啦，啱啱咧就已經高速化完個妝啦，換埋件衫添啦。其實你見到我而家成個妝咧都係好有透明感噶。其實我之前咧咁樣嘅樣出去揾我啲 friend 咧，跟住我就呃佢哋話我最近咧打咗呢一個嘅水光。佢哋都真系信咯，所以我覺得勁誇張咯。就算護膚咧，都可以做到呢一個醫美級嘅功效啊。咁所以如果大家護膚都去到一個樽頸位啦，想有啲突破，可以倍大嗰個護膚功效嘅話咧，就可以試下呢一 set 嘅肌研 HA Supreme 精華啦。咁其實由4月14號咧至到4月27號咧，全線嘅 HA Supreme 咧都會有買第二件半價嘅優惠啦。咁另外咧，大家只要去網店啦買 HA Supreme 嘅精華，滿咗399蚊咧，仲會送呢一個肌研嘅花潤酵素洗顏粉噶啦，另外咧再輸入埋我嘅專屬 promo code 咧，仲會即刻減到10蚊添噶。之前咧成日都會有一啲海外嘅觀眾咧就話買唔到啦，咁而家我喺 info box 咧都會放咗一條海外購買嘅 link 啦，大家就可以去 info box 度睇下啦。大家趁住就嚟派消費券，快啲去囤貨啦。OK， 我而家決定咧第二條選擇題咧就要喺廳度進行啦，因為頭先嗰個場景真係太不受控制啦。我而家咧就困咗佢哋三隻狗喺我間房啦，你聽到 Walkie 又喺度吠緊啦，我就準備咗三個唔同嘅選項啦。首先第一個就係沖涼，跟住有一隻咧就係要留喺屋企啦。另外幸運嘅一隻就係可以去街街嘅。咁我而家咧就將呢三個選項咧就放喺唔同嘅杯啦，每一個杯咧都會放一粒嘅餅乾，就睇下咧邊一個揀到邊個杯。各就位啦，各位。好緊張啊！究竟係邊個可以出街咧？我係咩？各位，有三個杯。噔噔噔噔，咦？係咪選擇好啊？嗱，食到個粒先計噶，粒有嘢喺入面噶，粒有嘢喺入面噶。喂，你食咗啊 ？OK， 各位 ，Rocky 已經食咗，大家睇下 ，Rocky 嘅命運係沖涼。跟住仲有呢個街街同埋屋企嘅選項啦，究竟係阿楊去街街定係阿 B 去街街咧？
O K， 睇嚟大家都揀咗啦，係咪啊？阿 B 食咗，阿 B 係留喺屋企啊，阿 B。阿楊，麻煩你食咗呢粒餅，佢佳佳之餅。呢、这、一個結果我係十分之滿意，因為 Rocky 勁臭啦，佢需要沖涼啦，而阿 B 都成日去街噶啦，咁所以係啦，今日就帶阿楊去，你沖涼，你留喺屋企 ，Yes。耶、yeah, ！今日就系呢个一人两狗嘅出外 day。今日我哋就飞起 Tiger， 我哋三个出去玩。Tiger 你就留喺屋企自己慢慢玩啦。耶、yeah! ！呢个主人好衰。好啦，而家咧就上翻车啦，咁跟住咧就要俾下一个选项杨洋拣嘅，杨洋咧而家鹌鹑道咧，好似傻仔咁样失缩喺一角啦。咁而家咧俾佢嘅选项咧就系我哋下一站要去边度玩啦。咁我就已经谂咗两个地方，咁一系咧就系西九啦，一系咧就系荃湾嘅南风沙厂啦。今日咧佢又想落雨又唔想落雨咁咯，都担心如果真系抽中咗话去西九咧，会唔会即系天气麻麻地咁样咯？杨洋有两个，你用个鼻笃一个啦，一系阿杨 ，Hello， 好啦，三二一，你望嗰边就系边边噶啦，三二一 ，OK 呢边系嘛？杨洋拣嘅系 ，Oh no， 系西九。咁我哋就去西九食个快饭，跟住再翻嚟接 Rocky 啦。咁你要俾啲时间我，你会唔会呕噶？系我突然间醒起，佢之前系会晕车浪噶，但系佢梳花未呕啊！我都估到呢条友真系呕咗，不过都好彩，我头先咧俾咗啲胶袋佢，佢都好似呕咗啲咧。哇，感恩你都呕咗啲入个胶袋度，哇你都几叻喎，自己塞个头入个胶袋度呕 ，OK 都算系咁啊。哎呀，好得啊！你睇你呕 ，OK 抹好咗佢啲呕吐物啦，咁而家就要准备咧整阿大爷出嚟啦。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嘅，佢出到街系唔行噶嘛，咁所以我就拎咗阿 B 架车出嚟啦，等佢。坐喺架车度咁就会好啲啦，死啦！但系点搞嘅咧？呢我唔识用啊！好难整啊！呢架车，我想讲我而家已经系出晒汗啦，流晒汗，我整咗十五分钟。我好想喊啊！唉，终于塞到啦佢。每次带佢哋出去，我都觉得好崩溃啦。同埋今日我系自己一个出啦，我真系好辛苦啊。跟住阵间六点又要接翻 Rocky， 其实而家应该已经就系五点。好啦，唔紧要啦，我哋都整好咗，系咪？咁而家就带杨洋出去啦。OK。上去啦，咁你就唔使行啦，系咪？你就可以喺呢个车入面。笑死！大家睇下样子，你系 B B 啊？咁大个仲坐 B B 车啊？冇计啦，你知你好腾鸡噶啦，你一定要坐呢、這个。笑死我啦！終於 settle 咗佢去一間餐廳。其實本身我諗住咧俾佢揀啊，要食貴餐廳定係平餐廳，但係我真係兼顧唔到太多嘢，頭先成個店鋪咁，所以就決定都係食翻呢間 Human by the Sea 啦。咁我就嗌咗一個肉餅啦，跟住有杯嘢飲啦。呢個肉餅係俾楊洋嘅 by the way。跟住然後咧就有一個熱狗同埋薯條就我自己，因為我仲未食晏啦。好好咯，呢度啲人都好 nice。跟住頭先有個店員咧問楊洋食唔食零食啦，跟住都俾咗一啲嘢佢食，但佢唔食啦，因為唔係肉，佢喺街應該唔食，唔知道肉餅佢食唔食啦。
跟住頭頭先咧，隔離台咧都走咗過嚟同佢玩啦，都幾得意，一個人帶住只狗出嚟都幾開心。見到呢個海景都好正，唔知洋洋開唔開心咧？哇！你係咪樣衰？哇！你行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啊，去行下，行啦！我哋去玩下，要唔要去同其他狗仔玩下？哎呀，搞笑啊！哇，好少接觸咁多其他嘅狗仔，唉。点啊点啊，唔得啦！好啦，走啦，拜拜。而家咧，我同阿杨咧坐咗喺呢度啦，睇下景 ，hea 下，开唔开心啊？杨，佢好似都好耐咧冇试过出远门咁 chill 啦。今日我觉得佢都已经叻咗好多，即系之前佢出去咧都仲系好惊啦，见到人。今日對阿楊嚟講係一個創舉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創舉。只一個人攞住兩隻狗，攞住部相機，帶咗我幾個鐘啦，跟住帶阿楊出嚟啦，仲要開埋架車啦。頭先其實我喺停車場，我真係真崩潰，我真係好懵，因為其實咧每次咧出街拍 vlog 啦，特別係自己一個啦，我都會好大壓力，再加埋咧帶埋狗出去咧。成件事真係超乎我嘅體力同超乎我嘅能力咯，所以我覺得今日咁樣成功帶咗佢哋出去，我都真係要俾個叻自己。雖然啲選項都係我自己諗出嚟，我都玩殘咗自己啊，但係都好開心，係咪？洋洋開唔開心啊？一隻一隻慢慢嚟，唉，你兩隻，啊，好攰啊！哎呀，嬲個 B 不得了，阿 B 你點啊？阿 B 阿 B 過嚟啊 ！B 阿 B 唔理我喎，阿 B 索下去咗邊先？去咗邊度威先索下？阿 B。你喺度面壁啊？做咩发脾气啊？你抑郁啊？咩事呀？咩事呀？唔理我啦，唔好理我啦你。阿 B， 阿 B， 过嚟啊！阿 B， 听噶。Lisa 都去出去啦。俾阿楊出翻一次半次得唔得啊？阿 B， 下次過兩日再同你出去啦嚇。哎呀哎呀，慘啊慘啊慘啊！有嘢食喎，你真係肉肉咯，好食啊？係咪好食咧？仲有啊，哎呀哎呀，好食啊！有冇開心翻去俾大家睇下個樣先？嗯嗯嗯嗯嗯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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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